大家好，今天是留丽小动物救助站，现在是今天是8月2号早上8点，外面正下着暴雨。哎，受台风影响，哈尔滨这两天可能要连续下雨了，但是我们依然风雨无阻，因为人们有地方可以遮风避雨，而这些被抛弃的毛孩没有。我们现在来到康安2楼，底有人求助说毛孩被扔到楼道里了，现在就是去救助毛孩。大雨天呢，大家那边怎么样啊？注意安全呢，大家。这毛孩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哎，你好啊，这咱是求助人是不是，阿姨？啊。这小毛孩被扔几天在这儿了？不是我的。啊，被扔是谁扔的呀？不知道谁家扔的，给我扔在这块儿了。完了，我一看挺可怜的，我就那什么了。那是一小博美吧？是我大弟妹告诉我的，那个什么。你们那个地址啊，嗯，我就看一看，太可怜了，这太老了，这谁家老毛孩也跑扔坏了，我也不敢动啊，我怕毛。有只要有纸壳箱吗？一个猫一个狗，我不敢抱。没事，不用抱着走吧，有你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没事，谢谢你的求助，抱着走吧，这老毛孩。咋样，孙大夫？就是特别老、特别老的一个老狗。穿链吗？还行吧，这么大岁数，心脏功能啥都不好。他眼睛，哎，哭了孩子，你看。骗他吃吃吃，吃是是是，是鸡肉，都是鸡胸肉的。嗯，吃。是，还有牙呀，是吗？有牙。你咋熟悉的点事儿啊？这是主人，去你家狗是吧？嗯的。看一看，咋丢的呀？不知道咋丢的，这好门开了出去了，好像是。这不自己开门出去的？不知道咋出去的。家里在1楼啊。7楼是不是？这狗这是07年的狗，这养多少年都养了都。对呀，我看它很老了。嗯的。16年了。那可不是吧？小母狗。小母狗。没反应啊，在这儿这现在不行了，他没反应了，现在在这儿是人，这个在楼道里。我看着群里发照片，在周周站里，在楼道里面。对，我家还有一只狗呢，还有一只小白狗、啊、鼻子看看，我看看鼻子，行，我这回回家了，看鼻子，都装上车，再晚一会儿走吧，上句话就是让你我看鼻子，我看鼻子，来，看小鸡的问题，你帮我要不要？谢谢啊，嗯、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拜拜。这雨太大了，不知道刘丽大姐那边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愁死了。啊，大家，然后一会儿还有挺多求助，就都今天都得救毛孩回来。下呀，每个院子里水都水浸了，你要下几天不管得了，下几天就完蛋了，孩子们都进屋了。欧西下雨，毛孩子叫的，你看这大狼，大狼你为啥不进屋呢？快找地方躲雨去，你上火。这些孩子们，你看我们还在外头玩呢，太糟糕了环境。有的板房里已经进水了，孩子们都躲到我这屋子里了，太糟了环境，现在是。孩子们在吃玉米片，今天也是最后一顿了。这是孩子们现在生活的环境，太糟糕了。粮库的粮食已经都空了，连续几个月，孩子们玉米片钱都没筹上，每天吃不饱，不到月就是粮食就会没有了，因为连续几个月粮食没筹上来了，他们每天的吃，哎呀，现在基地很糟糕啊，狂风暴雨啊。很糟糕，看看这个院子更糟糕，现在是整个帐篷全刮倒了，几乎孩子没有避雨的地方。
太糟糕了，帐篷全刮倒了，现在就剩这一个帐篷，孩子们的房间里边也都进水了，房间里都进水了，这连续暴雨啊，这两天呀，太糟了，太糟糕了，屋里全是灌进水了，太糟了，太糟了，这里要下几天的暴雨啊！回去，回去，看每个，这是大道上路面，再看看每个院子，这个院子里也是一顿糟糕，每个院子里都很惨，现在。太惨了，这要连续几天的大雨啊，孩子们这道上也都淹了，这要三四天的大雨呢，可怎么办？孩儿快跟妈回家了，孩儿快点，你就跟着我吧，下雨也跟着，快点快点回家，不能跟着妈妈，下雨呢，妈妈得挨个个看看，你快回家，快回家，儿子别跟着我了。咱家的猪不怕浇，我在道上玩呢。快回去，大猪！快快回家，孩子们，快回家，跟妈妈回家了，快点，别妈妈出来，你们就出来不行啊！下雨了，快点，快回家，好孩子们。猪啊，你也回去吧，别浇着了，快点，猪听话啊！快快，都浇透了，一会儿赶紧，快孩子们赶紧回家吧，快点，别跟着妈妈了。全水了，还得下好。这屋里都有水了，不行，这咋整？再整几张床给它垫上吧。行。它水里也不行啊。看看这水，我们来这那水都到那儿。啊，这还有好几天的雨呢，咋整啊？好几天的大雨。这仨连头带上。不行，真不行。